你在买过东西没有？OK。你在买过一次。吃的东西还可以。吃的东西还可以。就是不便宜。就是不便宜。我喜欢这件衣服。但是。觉得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。喜欢就买吧。OK， 王小姐，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你在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。买过一次。这儿的东西还可以。这儿的东西还可以。就是不便宜。就是不便宜。我喜欢这件衣服。我喜欢这件衣服。但是觉得有点贵。觉得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。200块还可以。喜欢就买吧。喜欢就买吧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吃的东西还可以，就是不便宜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觉得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，喜欢就买吧。This part, B. Okay, 老师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吃的东西还可以。就是不便宜。但是觉得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，喜欢就买吧。Comment start. 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这件东西还可以。就是不便宜。啊，就是不便宜。我便宜名字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觉得有点贵。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。read. No, first read the first. 200块还可以。Okay, now we will read again. 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 Read next. This one. So this is our class, and now we are practicing the Chinese dialogue.